穿越历史，体验家国精神。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，回响着千年的民族魂风。这一次，我是一位正在练习八段锦的年轻人，然而命运却将我带到了一个我从未预料到的地方。我穿越到了古代，成为了一名年轻将领。在寒风白雪中，长弓指日，马踏飞川，保家卫国。少年将军是这一次国风专辑入梦集的第三篇章。通过 AI 画面，我们打破现实的局限，展现一段有关家国的故事，传递精忠报国的家国情怀。不论风雨多么凛冽，将士们都会昂首挺胸，毫不退缩地去面对一切挑战。因为家国的背后有千千万万的人在给我们力量，我想所有人都想用自己的力量与忠诚守护这片土地。家是生而为人的地方，是心灵的牵挂和根基。国是祖先的汗水和智慧凝聚的地方，是奋力前行的方向。梦境的尽头，我热泪盈眶。回归到现实世界，我虽然是一个普通人，但对这片土地的热爱，让我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奋力前行。